环球网军社3月13日报道，俄罗斯卫星通讯社3月12日报道，俄罗斯太平洋舰队信息保障处处长尼古拉沃斯可列切斯基表示，太平洋舰队舰艇在日本海彼得大帝湾演练了对假象敌海上目标的火炮打击。沃斯克列切斯基说，小型反潜舰 MPK82 级反破坏艇 P420 和 P377 在组织舰艇渡海防空演习框架内用炮兵火力击毁了投放的降落伞靶标。除了对空投目标的打击外，舰队还演练了对水雷模型的打击。